搭档阎鹤祥现在应该已经在巴西的某一个地方欢度元旦了。对，啊，咱也不知道骑着大摩托去的啊。对对对，啊，所以呢，今天我跟我父亲共同表演。哎，啊，但说实在话呀，这个自己上了台呀，心里直打鼓。不至于啊，儿子，特别的不好意思。怎么呢？九叔战阵啊。啊。阔别舞台很久了，嗯，净拍戏去了，是是是是，对，您不爱拍嘛，是吧？啊，我就替你，我倒爱拍，嗯，他们说我拍的不好啊，对，所以呢，这回回来说相声，哎呀，一说跟我爸在一块演啊，难坏了，不至于，不知道挑什么节目，怎么都好，哎，真的，你看我们传统相声很多，你说那个伦理哏的作品，那不能说，我跟我爸怎么伦理哏，对他们会乐出声来的。这我也很奇怪呀，啊，是吧？我一拍胸脯，我是我爷爷，这有意思吗？这，你把这个词儿留着跟于谦老师演去，对吧？你这个就没什么意思，啊。对，我自己说出来也不高兴。对啊，所以呢，你好多你还打算高兴呢？说这，不是，这好多人都以为我说这我能高兴呢，是吧？他是没干这个，嗯，确实也是啊。嗯，好多，你看我本来我说要不跟我爸唱一个。啊，也好啊，也好。那前面人家那个郭老师自己演的《闹公堂》哦，我唱来着，哎，人都唱出花来了。哎呦，我这就别跟这儿丢人现眼了。你告我一声，我就不唱，我给你留着。嗨，这我也没想到嘛，是吧？啊，好多节目咱都不知道怎么演。嗯，要么就是那个我们传统的倒口活啊，说方言的啊，上来说一方言。嗯，但是今年跟郭老师表演的时候已经说过一回了。哎，那个节目叫找堂会啊，哎，年初的时候演过。哎，我不能每回一看见我爸都在这里头演出呢。啊。不能放你出去拍戏，回来不会说普通话了。是的，对呀，啊，我不能总是以这种身份和郭老师在一起，观众也会看腻的。哎，对了，所以呢，这个我觉得跟我爸在一块儿，其实说什么都好。哦，哎，因为呢，我这相声也不是跟郭老师学的啊，哦，不是跟我学的。哎，我有师傅啊。哦，于谦老师。哎，于谦老师，嗯，我教的于谦老师。啊，好，那您是我师爷，还是伦理哏？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，啊，确实也是。这个于老师教我说相声，对啊，教的我四门功课嘛，哎，吃喝抽烫，哎呀，完了，这好不了了，儿子，你不能上他们家去了啊！这个我还是比较深得真传的，非得学坏了不可。深得真传，我这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对，对对对对对，但跟您也学嘛，啊，那是啊，相声演员都是这四门基本功课，嗯，说上来都得说，嗯，您看于老师啊，嗯。他是在舞台上说的机会不多，他捧哏的吗？哎，你话少，嗯啊，当然刚才俩捧哏话也不少，这个那俩也是个个案，可的啊。但其实您看往这一站，都能演一个独立的作品，嗯，其实于老师也可以，嗯，学也没问题啊。那当然啊，是不是学？我跟您平时耳濡目染也不少学，在家里就学了啊，逗，嗯，于老师还不逗吗？哟，太逗了，啊，好，于老师那逗的不行了。您，嗯，是怎么要说俩于老师小笑话？别去了，吓我一跳啊！于，嗯，老师说学逗唱，唱也行啊！啊，他能唱，能唱，能唱。太平歌词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嗯，于老师唱的好着呢。嗯，平时是不怎么露。哎哎，这都是单独传给我的。什么呀？您知道吗？我是得到于老师真传的。你等会儿，儿子，哎，这个打小在家里边，天天的看着我说相声，师哥们说相声。嗯，你大部分时间是跟家学的呀，说相声的啊，三辈儿的跟两辈儿不一样，哎，三辈儿叫世家，两辈儿的叫门里出身，家传。你这就叫门里出身，咱家是干这个的。嗯，这怎么还唱还是跟于老师学的？您看这么说，他哪有时间唱？他不一直喝酒吗？他喝多了唱啊。我们俩边喝边唱啊，他不都有个口子边吗？是不是？他在家跟你唱过分和完没有啊？也学过，有时候他还在台上唱的，就在这个台上唱的，啊，我印象很深。哎，喝完了就爱唱，那是那是那是。我跟你说，为什么现在让我上台跟您说一会儿？为什么呀？后台正喝着呢，啊，正吐着呢，是吧？对对对，你们再等一会儿啊，再等一会儿，待会儿杨九郎他们俩还上来，看你们忍得了忍不了。观众都吐了，救活救活就到明年年底了。嗯嗯。跨年是跨一整个年啊，对，把24年整个跨过去啊，嗯，啊，所以这个于老师这个唱啊，他是一直没跟您露。这个这是我没想到，知道吗？他都跟我儿子，你来之前喝酒了吗？我没喝，我上台之前能带酒吗？这很奇怪，他没我都没听过他唱，他还能教你唱？能啊，唱的好着呢。
而且还嘱咐我了，说千万别出去随便唱去，尤其怕让您听见，你知道吗？这为什么瞒着我呢？怕让您学了去啊。我学他那玩意儿干嘛呀？不是，那他那您不会呀、啊、我们会那基本都是孤本、啊、哦好，这你看他藏奸了哈。哎，他都是自己在家里头，哎，我们俩平时喝完了他呱呱给我一唱。他还得呱呱给你一唱，就是喝完他是个蛤蟆呀。他喝完了他就高兴，呱呱表示非顶呱呱。哦，这个没想到啊、哎、老顶呱。哦，我竟无言以对。哎，对对对，嗯嗯，呱呱一唱，嗯，哎，我一听给我师傅又拍一黄瓜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那是呱呱一拍呀、啊、不是，我这啪啪是鼓掌。哦，有鼓掌的意思。哎、啊、对，我给他鼓掌，他唱的好听。嗯 嗯, 嗯，你知道吗？那些还特意嘱咐说别让您知道，说这哎，让您知道是怕您又学会了，就现在这记忆又精进了又容易。你看看他保守啊，对对对，想到的事情啊啊，而且真的打小是为训练我啊，你知道吗？小时候你看为什么要一子而教，我不跟郭老师这儿学、嗯、舍不得。那是舍得管自个儿孩子吗？对，所以他那个儿子我也舍不得。那也是您自个儿孩子，您说清楚咱家到底哥几个。我都接受啊，都你要瞎说黑粉们又该编故事了。郭麒麟都承认了啊。好孩子啊，对，你就要去的话到他们家对你师娘好一点啊。就我师父一直蒙在鼓里啊。对对对，你就让他喝酒就行了啊，别的不重要。他就呱呱了，那错不了。那就呱呱了。什么呀，这都是、啊、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到这儿来的。啊实话都吐了出来。他教的你？他教的我。嗯啊，说就不能告诉您。别告诉我。哎，而且呢对我来说其实啊，这个严师出高徒。哦，当然我不一定是高徒啊，但我师父肯定是严师。哦，他有严师、啊、哎，对，他反应慢呗。对对对，有延迟啊，有延迟。对对对、嗯、我师父是怎么着呢、对我下得了狠心。哦，我他对我儿子下了狠心。那可不，我当时就为学这太平歌词啊、嗯，我在太平间待了6年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儿回来吧，别上他那儿去了啊！啊，我准备了个太平间啊，我就在那儿天天学，嗯，就为学这太平歌词。小太平歌词还费这么大的劲？那可不，好着呢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样，我其实今天我都说多了啊，我就说多，我都违背了我。你不算多，你看杨九郎俩人说多半天。我好几次都要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是是，啊，我正磨刀呢，他俩说完了，啊，也怕观众磨刀呢。那可不呗，怕误伤了。对，所以说呀，怎么样？好，我们现在非常迅速。那错不了，也不能太迅速啊。嗯，你好容易回来了啊。行，好容易，没事没事，一会儿不行我再跟他再来一个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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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嗯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我这大过年的回家糊弄糊弄老头儿，你说。谁过年回家不糊弄老头啊？你说这是？我儿子太孝顺了，爸爸准备给你买一牙刷啊！嗯嗯嗯，要不然黑粉都说你连牙刷都没有。是是是，主要我不爱刷的呢。那是啊，牙刷给你，你把那三套房给我退回来啊！都在我师傅那儿改太平间了。对你师娘好点。嗯，怎么又绕回来了？对，嗯。我们照着词儿说吧，儿子。咱没词儿啊，爸爸。嗯嗯啊，我们这节目其实叫《师娘传奇》。哎，太好了。嗯嗯。哎，可歌可泣的。嗯嗯。这个咱又说到哪儿了？他教你太平歌词。对对，我老忘。其实就这一件事儿，怎么还是秘本的？对对对，别人不会的。秘本，孤本，孤本的。孤本的。嗯。哎，又孤又秘。嗯。然后呢，我们所以说呢，我这个太平歌词轻易不能外露。我还不能拿出来。轻易不能外露。哦。但是考虑到您是我的亲父亲，那错不了。对。嗯。这个词儿听着像个跨年的味道了，亲父亲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啊，我今天可以展示展示。哦呦嚯，展示展示。哦，展示展示，真的，这个看见了吗，儿子？两边还两块大屏幕。哎呦，今天晚上德云社在10个城市同时跨年啊！嚯，待会儿让他们也听听我儿子这个独家秘本的太平歌词。我的妈，这不就外泄了？这就那怕什么的了啊？没事，回来咱们还能设计新的呢。哦，行。那听听我这个，嗯，但我这个唱出来，您也别吃惊哦，估计您也没听过，啊，估计您也没听过，我还得找黑粉骂你，嗯，嘿，你要说别的哈，啊，我不会，你说这个高科技呀，啊，讲个英语我不懂，太平歌词那没有太高深的技术啊，咱不能说是德云社唱火的吧，最起码
在传统曲艺史上有咱们一比呀、啊。对于太平歌词的传播，嗯，眼前的我都知道，你师傅他能喝多少酒是吧？啊，哦，他喝多了才创作出来的是怎么的？不是，他教你那个，他说的是外人不会的，不会都不会啊，全世界会的人寥寥无几。寥寥无几、哦，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啊！哎，您听完了准保呱呱，啊、我告诉您。好、哦，哎，呱呱啊！哎，呱呱，哎，好吧。嗯，我把我那个带着我那个乐器拿出来。哦，乐器呢？特意带了乐器，因为一般这个太平歌词我们传统是用交响乐伴奏的。哎，交响乐伴奏的那个。你准是喝完酒来的。有交响乐，谁还说相声？对对对，嗨，啊啊，我们那个编钟啊，管风琴什么的，那个太大了，好还得编钟。说相声有编钟，他们早卖了，都给人买，好不容易挖出来，咱就别卖了。就是啊，啊，还得拿那钱喝酒去，他们对对啊。所以我就把那个最简单的那个乐器拿过来了。哦 哦，哎，看着观众朋友们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，这东西叫玉子呀。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玉子啊！哎，传说中的玉子，这东西还不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借的啊。对，因为确实是现在这个因为这门艺术已经几乎失传了。哦哦哦！哎，所以我觉得就应该给它好好供起来就完了。凭什么呀？不是刚说要唱，怎么又供起来了？知道吗？这玉子它不好打，你看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还没。哎，不用鼓掌，您谁拿过来就会，知道吗？你也不能说这个拿过来就会，就这一哆嗦，这嘟这个一定得是喝凉酒，他才能帕金森，啊，也就喝两杯才这样啊，多喝点就不这样，就没什么呀，这个呀，就稳当了啊。等于我是我们这个乐团的这个首席玉子手，乐团的首席玉子手，太平歌词首玉啊。哎呀，这真不好说，嗯，手机玉子手啊，要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哎呀，我要早知这，我们就吃三天素了啊。对，没事，洗个澡听你这个。听了一段相声，已经可以听这个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啊、心灵的洗礼、嗯。来来来啊，嗯，不会啊，那我不会啊，得听。观众好好倾听啊。好的，嗯。昨日里阴天。被水旱，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。阿林，半儿子，哎，可以了。什么叫可以？你小的时候啊，我哄你睡觉就拍着你唱这个，鹬蚌相争啊，竹板书也有，西河大鼓也有，这个谈不到什么孤本吧。这也不值一呱呱呀。行行，没关系，爸爸没有关系啊。还没看出来吗？还是什么叫孝子啊？朋友们，我还得再讲一讲，真的赶紧积累一下素材。为什么说我孝顺呢？啊，今天这么大的演出现场，嗯，德云社十个剧场同时跨年，是是是，您作为啊我们的首领。这等会儿啊，我是在哪个部落请来的？我是首领，这是首席玉子手。对，我们爷俩这个身份，您听见了吧？对对对，啊啊啊！对，就是，那我不知道怎么头目还是也别头目，不是，头目是负责巡山的。啊啊啊啊！嗯，反正就是您是那德云社的负责人，负责人。哎，您是那最棒的。哎，也不能这么说，对不对、嗯？儿子太长时间不回来了，拍戏去了吗？一直不回来说相声啊！突然间闯入回来，哟，还得闯入、啊！哎，呱唧一推北展大门，呱踹开了，穿上大褂是吧？把于老师扒你一块，叭叭叭一唱，您不会，尴尬不尴尬？你说这个话我挺尴尬的，哪儿你就我就尴尬了？干不是？哎呀，这不给您留点面儿啊？嘿。啊，好，您是班主啊，少班主给班主留面的吗？不是，我都没有想到，我儿子想的周到、啊。我再给你买牙刷，一个早上使，一晚上使，怎么着？好吧，省得让他们说不给你牙刷用啊，买牙膏就可以。买牙膏，行行行，得配套配套。好好好好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简单先唱一下、哦。我儿子这是诚心的，哎，先唱一个简单的，不能让我面子上过不来呀、啊。哼、嗯，我都没想到，哎呀，哎好好好好儿子，嗯，我真的我坏。接下来这个可得难点了，正经换一个，你看看，嗯，来啊，来啊，这太好了，请欣赏首席玉子手的手里拿个玉子，哎，对了，首席不好说这，好，嘿，这就跟刚才听出来不一样，那是，这就不一样，对，暖和过来了，哎，嘿
来这个啊，我说我但凡我右手会，我就拿右手打了。哎，可以，没事。听这个啊，来了，你们不会了，你们都听听，我儿子竟是独门绝活。哎，远莫江山论兴亡，群雄俱以武刀枪。儿子，您要干嘛？您老伸手干什么？这拦着这儿，这段叫党量。是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爸爸知道这是党量。这段是我写的。张云雷这么大的时候，我教他太平歌词，我给他写的，全称叫康茂才党陈友谅，简称叫党亮，全世界都知道。这个选的不恰当，对不起你外地，哗回来啪推开杯盏，蹭穿大褂。儿子，你得来点那个别人没有的。嗯，我没想到，我以为一说出来您这就震惊了。你知道吗？那你得选一个别人写的呀。我写的，我有什么震惊的？你出去仨月，我傻了是怎么着？我以为您骂我，你也没提前告诉我呀。哎，你告诉我又是唱一党亮，我就假装哦，这太好了。你也没跟我说呀。我刚才那都是我脑补的，那对对，我以为是真的呢啊。嗨，我一进来，所有人夸夸一跪。哎，对，好家伙，龙王大人回来了。哎呀，我以为。你这是回来接班来了。嗯嗯，也不那么着急。给你你不要，人家黑粉净骂衔接回来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说咱说的不好。对对对，但是这段我会。您会？哎，没有关系。我没有关系。你看看，没有关系啊。我再来一个。你看看我儿子有绝的。我还有。哎，我儿子于谦教的他这段。您这断句啊。没断好，不能这么说。我是脑补了一下，嗯，我念来这个，嗯，这说出来你就不会了。你看看，听这个吧，我儿子露脸了，全世界，这压箱底儿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压箱底儿了！好家伙，来吧，全世界没有人会，就我一个人会、哎、开箱子验货吧，儿子，就我一人，对，压箱底儿的，对，压我师傅箱底儿的。好家伙，给你师傅搁箱子里了啊！嗯，哎，啊，听这个，来吧，杭州。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四了几的清香，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。哎，我差不多了啊，差不多了，您们也差不多了，都可以，您们差不多了，怎么样？这我得找于老师打架去。为什么呢？他跟我说这个全世界没有人会。有狗那年就有这个，真的真的，前两年一分钱听七段还管饭，白蛇传嘛，这您也会。儿子，这段是我唱红的。拜拜。哎呀，回来。你哪儿去你啊？好容易回来了啊！您也知道，儿子好容易回来呀。是是是是是，我这大老远，我正在外地拍戏呢啊啊，知道吗？火急火燎的啊！那个谁，那副总栾云平、刘国英、啊，知道吗？呱呱给我打电话，赶紧吧，起来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哎，儿子，你在外边拍的是动画片吗？啊，好家伙！不是不是，卡通片啊！我是模仿这个栾云平的这个焦急状态。哦，哎，栾云平给我打电话，儿子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，快！不行，你爸，快不行，呱呱！这还。好家伙啊！一会儿我下去抽他俩人去啊！啊，知道吗？呜，我这赶紧火急火燎回来，就推开北展的门，推了一下子啊！哇，我就进来了，知道吗？下了飞机，呜，我就赶紧奔这儿。哎呀哎呀，还好家伙，坐着风回来的啊！是不是？是是是。我以为我说到这儿来，对吧？您说这个，我在后台，我这个好长时间不演出了啊！我好不容易演一个，我肯定是吧？您得对我，咱不能说。百依百顺，那肯定不行。那我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也不用谢谢您啊。哎，好儿子啊，没必要啊，没必要。啊，对，这个行了，不要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。一会儿请于老师。哎呦，齁脏的。不是我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什么意思呢？我说您多少，您这回是不是得给我点面啊？哦，我这嗨，我儿子挑眼了。不是你也没告诉我，关键你要摘一个真没有了，这《白蛇传》你观众都跟着唱，那我不好帮你作假，是吧？
你看从我角度，我肯定我儿子最好啊，不管是为人处事，台上台下方方面面，我儿子没毛病。那你唱这三段都有毛病，是吧，儿子？你这跟于老师学的全是毛病，是吧？不是，演正这段你刚唱，人底下都跟着张嘴唱了，这不好弄这玩意儿。行，那这样，我最后再换一个。哦哦哦，再换一个。要是这个唱完，您还会？完了，实在抱歉了，爸爸啊，实在抱歉了。怎么了？这可能是我最后，不是，也不是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不要往黑粉嘴里递话题。我不是那意思，啊、我呀就是对这舞台我就失了望了。哎呦，不至于，我就失望，太难受了、嗯，真的。因为你说我也是从小在这舞台上长起来的，那错不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我第一次登台2007年，嗯，正式说相声2010年，可不嘛。到后来就是也发现本质不想干了，我先也没有，你得好好说相声啊。我是为了什么呀？啊，为了给您这个开疆拓土。哦。你说出去是吧？你就这个拍个戏呀、啊，认识这些个导演、制片什么。可是你拍了这么些戏，他们也没找我拍戏来呀、啊。你这个开疆拓土没有成功，儿子。哎，那于老师怎么拿的影帝呢？你说他那是啊？我给他花钱买的。啊，是不是我这不还咱得需要时间吗？哦，还有一个过程，需要时间，行对吧？然后我在这过程当中，我又回来跟您在一块演出，我是希望这舞台能给我提供一些。你得多说相声，因为以后德云社是你的啊。大伙儿做个见证啊，都做个见证啊！一会儿这个整个10个剧场同时播放这一段，滚动播放，你把它剪下来卖给自媒体，滚动播放，滚动播放啊，行。那你得来一个那个，我先找张纸啊，干嘛要写下来？我给你打一条好不好？不用，你把牙刷先退给我。嗯，不，咱们老有牙。今儿这牙刷能上一热搜，我告诉你。不是，今儿都看别人热搜看惯了。哦，不重要，别跟自己有关系、嗯。但是刚才这三段确实是大伙儿都知道，就是这意思呢。是是，我那意思，我再来一个，好不好？这个呢，确实也是先有人知的这么一段。我觉得他肯定多少得有点那个与众不同的。对，谁让我跳科目三的相声了？我考科目四，我给来一个、嗯、啊！这个确实是我跟你说，好，跟之前都不一样了。得嘞，我就指我儿子露脸了，好吧？嗯、就这一回露脸，指露脸了。来嘞，嗯嗯嗯，你听听这心里啊，哎，有意境的点儿、嗯，嗯，你看，好好，谢谢，哎，谢谢大家，好，好，要不就算你唱完了得了。那不行，我儿子没有不对的地儿啊！哎，嗯、溺爱不许溺爱、啊，我不能溺爱，不能溺爱啊！哎，你看我这啊，嗯，差不多了，嗯，那庄公闲游出趟，哎，我爸学那个微信那表情包，你不是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？嘿，哎，这，哎，开门。是不是这样能玩到天亮？哎，好，有意思啊！这个干嘛呀？我建议你换一个。怎么又换一个？这段叫《劝人方》，嗯，他们都可能都听过。您别这偷偷摸摸说，这都听见了。他们都听见了吗？是的，10个剧场都听见。没有你们这么不仁义的啊！啊，那这叫《劝人方》，儿子。窄了，浅了，路走窄了，目光浅了。我唱了吗？我唱的那句了吗？不是，该怎么唱啊，爸爸这句？那庄公闲游出趟城西呀、啊。哎，那是劝人方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么唱了吗？我就庄公闲游，我说别的了吗？我儿子还没唱呢。没唱。切、嗯，嘿，跟你们那不一是不一样啊？不一样。都不一样。心里有底，哎，你们庄公闲游出趟，这么大哨子，那听着、啊、来，嗯嗯，来，好，谢谢，继承之战啊，这阵啊、嗯，看我的能力啊，展示能力就是你的，哎、行了，哎呀，嗯，那庄公闲游对出趟。城，这，别喊出城西俩字来。嗯，我儿子跟你们的不一样，儿子不一样啊。不，城尽量城南北角人，嘿，
哪儿一个南北腔就走了啊？不一样啊，不一样，也不能一句就完了吧，是吧？啊，这个好，好，我是没有想到啊，没想到我儿子这句词唱的是比原来那个原文那个高，对，温文尔雅，落落大方，当然了啊，词儿也好，状态腔儿都好，包括最后拿礼帽这一下，其实我没看见我儿子这礼帽吧啊，我觉得很好，儿子很礼貌，对对对，很有礼貌，哎，是否还能再给我们几句？你给我们几句，我们也听着。嗯，成南北角没劲了，怎么了？抬杠小能耐，对吗？我学这个呀，学这玩意儿还用抬杠啊？是不是？想偷师，想偷师，我偷师，我问你师娘就会了呀。不是那个偷师。哦哦哦，嗨嗨嗨嗨啊！不是偷吃，哎，偷师，偷师学艺吗？偷吃我师，不是偷，不是不是，行了行了，没庄公闲游，好，出趟南北角啊，成南北角，这个词儿。俏皮，你知道吗？俏皮，俏皮，哎，只有我儿子这个智力能唱出这个词来。对对对对，好，您别替我智力，你开心就好。我紧张啊，嗯，好啊，我儿子怎么都对，嗯，好耶，嗯，来啊，哎呀，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，俏皮，嗯，瞧见了他人骑马。他骑着猪来的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有，跟你那不一回事。踢，看，让你知道这是什么叫溺爱啊！哎，看我们这默契，那错不了，默契啊！保安给他弄出去，连人带猪都弄出去，在外边牵着呢，这。对，来吧，给我骑猪。这是我骑猪了。麒麟啊，我啊，他小时候小名叫臭猪，嗯啊，多少年没喊了，嗯，来这么一句，哎，想起来一说猪，我想起来了，确实是，你们出去可别给我们传去啊，这就传出去了，那不要紧呢，郭汾阳还叫二狗呢，嗯，对，你就看我这学问，要不如我们哥俩啊，猪狗不如了，啊，影射你师傅，哦嗨，来吧，来，瞧，瞧见了，瞧见了，瞧见了，嗯。有一个老太太，怎么样？尊老敬老。我说了不算，你观众，你看看啊。好，哎，好，真的是，谢谢大家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后面再这么说，我再多唱两句。好啊，哎，我们欣赏欣赏。有一个老太太，你看这折子有意思啊！太太，哎哎哎哎，歪歪折子，哎对，老太太怎么样？今年60多岁啊，岁数不是太大。她的丈夫21，这个老太太可是个要强的人。嗯啊，21，嗯，21，行，还像师娘传奇，我看，嗯嗯，那就剧情需要，哎，嗯，哎，21，好，你看再板上啊，再这一天，老太太待在家里，她就有点闷的慌啊，口语啊，闷的哼啊哼啊，一般人来不了这么好。就我们大儿啊，假声啊，假声啊，哼啊，好，要感冒来这句还好，嗯嗯，哼啊，哼，行了，给我说，醒一下子得了啊，闷的哼啊，嗯，他要出去溜达溜达，嗯嗯嗯嗯嗯，牙叉折的，哎，出牙刷折，不是牙刷，牙叉，给你买了，好好，别正经了，我说老舅，我老怕您忘了，我忘不了儿子，你放心吧，哎，嗯。老太太出了门，哎，走到街上搭了汽车。儿子，这句不好捧。好，我想不出来怎么鼓励他。还有溺爱我的观众朋友们，嗯，没事，好好，哎，嗯，好，哎，哎，看见吧，这送的花点，嘿，哎呀，这是在酒吧学的，嗯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哎呀，哎，哎呦，我，行，好好好，好耶，哎，别耶，啊啊，好，来啊，嗯，闷的，好，又回来，哼啊，哼啊，溜达，打车，打车了，已经，打车，打车，已经，打了汽车，哎，好，打了车，他要
去哪儿呢？口语化，去哪儿呢？哎，对对，平时语言。哎，对。那去哪儿呢？他要到啊，西直门北展剧场听相声。应时当令的词儿，这都是，哎，嗯嗯嗯，不是瞎编呐。嗯嗯，听说今天德云社他们。同不是，其实可以不打着板上，真的。哦，你就这么说，就我也爱听。嗯，不，那不是太平歌词，确实还是一板一眼。哦，首席玉子手。对对，手玉，主要看我这个，对对，嗯，啊。嗯，他要听相声。嗯，进了屋，脱了棉袄。对，后来可能有穿。这对是跟谁说呢？这是啊。有人问的是怎么着？对啊，没人问，因为我想他脱棉袄，哦，脱棉袄，脱棉袄，老太太做的对，对，老太太脱棉袄，对，做的对，因为有家序家意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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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评书是一样的，那错不了，光听故事有什么劲？对呀，哎，有我的观点，嗯嗯，哎，还唱不唱了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嗯嗯，这属于打破第四堵墙，是是是是，穿那个就是脱了棉袄，棉袄，哎，这个字用的巧，袄，一般都说袄，哎，那个垮，他为了找那件儿，哎，袄袄，脱了棉袄。凹，哎嘿，好，哎，后面那凹其实是一个像拟声，是一个那个就是口边，不用解释，我儿子什么都是对的，对对对，嗯，哦哦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脱了面凹，听相声啊，听相声，头一个烧饼曹鹤阳，头一段，二一个郭老师，哎。和玉枪，哎哎，我儿子这记性，哎，看见了吗？为了找那折，那错不了。玉枪囊，哎呀，啊，他跟棉袄是一个折的。对对，对，哎，嗯，完了三一个杨九郎，对，还有何九花，哎嘿，对，他俩哎，嗯，说的好，挺好的，反正是。这句你应该拍拍良心说的。嗯，已经让他们俩吃了，已经，哎啊。然后就是哎，郭麒麟，你看看那个太平歌词啊，啊，唱的真好呀，哎，啊，哎，好，你，哎呀，谢谢观众的共鸣啊，嗯，共鸣，共鸣，嗯，又有折又有韵，嘿，还有板，安安，哎哎，艺术的创作允许虚构，哎，嗯，来源于生活嘛，那是那是，太高了，听完了又就累了。那可不问，其实打刚才我就累了，真的，累了，也就是你就完了，要别人我早走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哎，回家一看，爱人不在家，这说那老太太那家里头，哎，对对，老太太穿棉袄那个，你还记得吗？刚才那个，记得，都记得，打了个车，哎，打了个车，知道，对对对，哎，回到了家，回到家，哎，上隔壁王大爷屋里坐会儿去吧。那老太太做事不检点了啊！嗯，两人看电视，哎哎，笑哈哈，高兴啊！哎，老头坐不住，上厕所，岁数大了啊，尿了泡尿，哦，好，不用说这么细致，哎，嗯，哈哈笑，开心呢，为什么笑？为什么笑呢？尿到裤子上面了，老头生活不能自理了啊！鸟完了哦，然后完了，老爷，哎呀，这不来这个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刚才这个，这就是最最最崇高的境界哦，太好了，我以为拿着牙刷跟你们炫耀呢，那不能牙膏甩一脸呢？哦，这个这唱的确实是有意思，行不行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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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这个你要看这个。词儿的，哎，他得比汾河湾喝的多，要不然他不能唱成这样，儿子。这什么？这像话吗？不是你，我这表演啊，就演绎这个呀？啊，这不是，这就我唱这么好，不能继承德云社，我唱这个。啊 ，OK， 你继承德云社跟这个没有关系啊。我就想问一下，这段你很爱吗？爱呀，爱呀。哎呀哎呀，太爱了，哎呀，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啊，今天是个好机会，你把刚才这段啊一字不差再来一遍行吗？你看，观众们也很喜欢，哦，我
儿子高兴了啊，孩子累了啊，稍微歇一会儿。是是是是，来一遍。好，这是个创作型的选择。没问题啊，来，说来就来。好，你看看，这毕竟他我是那个手拿把攥嘛，那错不了。对对对对，因为这跟我师傅一天天学。是是是，为这段这太平间6年没出来。行了，好家伙，再冻着你啊，你们得买个棉袄。哎哎袄，嗯，来了啊，哎，嗯嗯。咱商量好，我那个牙刷要电动的。都是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嗯。那庄公闲游出趟城南北角，一字儿不差，这就给倒背如流，那错不了。瞧见了岳云鹏啊，今天啊，他在外边出，儿子儿子，然后紧接着，这不能大差离格。怎么？刚才还是老太太呢，怎么这会儿改了岳云鹏了呀？您说跟刚才那不一样？不一样啊！不一样就对了。怎么呢？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，就这个呀。哎，人到了50了，嗯，其实什么也就都看开了。哦，都能想开了。对，人到50，嗯，别琢磨那个没有意义的东西。没有意义，哎，开心就好，怎么高兴怎么来。哦，愿意抽烟你就抽，愿意喝酒你就喝，愿意烫头你就烫。我一直愿意，那错不了。是，你这到50了，我别烫头了。你说你跟谁较劲？可不是吗？是不是？您说的有道理。哎，他这个，我看他越来越年轻。我还越来越年轻，你看我54，你们都认为于老师是一个很传统的人，嗯，你们都让他这个大褂给蒙骗了，哦，就我们这传统的服装，其实我才是那个很传统的人。您也客气，怎么传统了？你看到现在我们俩人的区别，你看啊，嗯，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，啊，你比如我喝茶喝豆汁儿，啊，是啊，你看人家没有，我，人家喝咖啡。这我咖啡倒是也喝，你看看，嗯，咱实话实说啊，啊，我天津人，16岁进北京，是刚来的时候豆汁儿我喝不了，我不习惯，我这个玩意儿这怎么能喝酸的呀？对，啊，但是后来喝惯了喜欢了，嗯，那是另一回事，就接受了。咖啡我一直接受不了，到现在也不行。看他们喝咖啡，我老哎呀，嗯，这不就是板蓝根吗？是吧？嗨、啊。这还是不习惯，习惯不了。嗯，他能够接受新鲜事物，哎呦，这倒是新鲜事物可以，真厉害，是吗？尤其前些日子出国演出，于老师可得意了。外国咖啡多，你外国不怎么有卖豆汁的啊，这甭不怎么有，就是没有。但是卖咖啡的遍地都是，老有咖啡店啊，街边上板凳一坐，太阳一晒，于老师，嗯，端一杯咖啡坐在那儿，是，哎，你那个感觉也挺好。哎，那另一种享受，尤其他跟那个外国朋友聊天，是这个咖啡怎么着，那个咖啡怎么着，我心说我、哦、打死我也喝不了，这里边学问很多，我也听不明白，哦，不懂，还那个喝什么，嗯，酸咖啡，啊，就带酸口的那个，就更好一点，酸咖啡是不是就是外国豆汁儿啊？那是馊咖啡，那是，你看看哪儿就外国豆汁儿啊？让人笑话了吧？啊。真有酸的啊，有酸口的，那也是中国人教给他们，是吗？那中国人酸，你看咱们这个中国咖啡酸咖啡不是没有，有吗？啊，你比如镇江的就很好，山西的也不错，天津人喝是独流的那个，嗨，您说那是醋，那是，我觉得跟醋差不多。哦，不，你没有那么酸。同志大伙儿，我请教一个问题啊，您说，你们老提的那个手磨咖啡，你真愿意那么喝吗？哎，那当然好，比那速溶的就更味道更纯一些。不就是来一袋，夸一沏，沏开了，嗯，他一喝，喝完感冒好了，不就完了吗？那还是板蓝根的，您这个啊，不是那玩意儿，不是手磨的就更香啊。哎呀，磨。后来我一了解才知道，嗯，就这么大讲究呢，那里边深沉大了，喝个咖啡都这么讲究。是，于老师喝手磨的咖啡，哎，我喜欢喝这个。他说手磨的咖啡，说这玩意儿。这怎么叫什么啊？说是有感情，感情在里头呢。我早晨吃早点去，我没有必要自个儿站那儿炸油条吧，是吧？我炸油条我自个儿炸，这有感情。我早晨吃包子，我跟那包去，我那不就是打工去了吗？您跟油条产生什么感情啊？不是你喝咖啡怎么你自个儿磨的还就有感情？你瞧这理解不了，对不起啊，理解不了意境。你看这人家说。咱不懂啊，啊，
我听他们念叨，我说于老师好家伙，为了磨咖啡早晨四点就起来。我也有点过于起迷心了吧，我这就说明您家里边是大户人家。反正我们喝咖啡是要有求意见，他们说他们家里边有四个管家。有管家，早晨四点这四个管家穿西装打领带，嗯，站着伺候，就等着我了啊，等于老师起来。嗯，人站半天了，我刚起。嗯啊，嗯，请。我于老师这才起来，就是大户人家就这慵懒劲儿啊。嗯，我是让人蹬出去的，是怎么？单有一个手磨咖啡的一个房间，哦，还有一个屋子，当间放着磨咖啡那个机器。哦，是得有机器，两块石头。磨咖啡两块石头，圆的，上边一扇儿，下边一扇儿，拎扇儿，横着支出一根棍儿来。这根棍儿紫檀的，那就不必这么讲究了。四个管家站好了，嗯、是，光手势了。于老师点点头，嗯，对，铃铛这时候就响了吧。嗯缓步上前，嗯，攥着这根杆儿，好歹是攥着。回头看看这四个管家，嗯，其中一个管家咵，这是拿出一条手帕来，这干嘛？给于老师蒙在眼睛上。哎呀，这是蒙的晚点了。哎，嗯，这四个人一鞠躬啊，是，啊，驾。驾，于老师开始磨咖啡。对，您这不是磨咖啡啊，您这我拉磨来了，我上这。哎，意境沉浸在这当中，哎，没听说过。哎，啊，这几人给往这磨里边续东西啊，续咖啡。哎，反正有时候续着续着咖啡磨完了呢，嗯，也弄点什么黄豆啊，哎，主要是黄豆。对，磨完之后来一杯咖啡啊。于老师坐在这啊，是旁边给摆上一盘豆饼，哎，吃着喝着，哎，对，没听说您这喂牲口呢。哎呀，您的生活值得我们学习。您客气了，大户人家就是不一样，谈不到大户人家，真的。嗨嗨，您要谈不到大户人家，天下就没有这种人了。就我们够得上吗？哎呦，当然家越是大户人家办的事儿，越跟其他人不一样。我们怎么不一样啊？你比如说于谦老师的父亲，来，您再介绍一下。嗯，好多人都提过这个问题。郭德纲，嗯，为什么要在舞台上经常提于谦的父亲？您解释一下。还有很多理论家和相声专家和老前辈都批评过我。怎么说呀？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哦，有相声到现在一百多年了。你看看谁还有哪一个说相声在台上提过于谦的父亲？嗯，凭什么都说我爸爸呀？我说你们不了解啊，于老爷子可歌可泣。哦，还有这么大的？哎呀，特别可气。可气不是，可歌啊，可歌是这份儿的，就是好，能够为了自己的追求抛弃整个的大宅门。您这什么意思？抛弃整个大宅门？他父亲是个戏迷啊，啊，喜倒是喜欢戏，戏迷。我不知道在座的观众们谁是戏迷啊？啊，有人哦，有吗？哦，喜欢听戏。他爸爸是戏迷啊。等会儿，我再问一句啊，别问了，那有戏迷吗？这么普及了京戏，你这玩意儿不是为了听戏？您那个年头啊，你想一想，嗯，爱唱戏，嗯。普通老百姓唱戏就唱了，是大户人家是不允许，不允许唱戏嘛，尤其这种大宅门啊，他祖父一听就急了，是吗？唱戏门也没有，不让唱，不让唱。你如果唱戏，嗯，从我的家族滚出去，那就得绝交。哎呦，哦，他爸爸点点头，嗯，冲老爷子鞠了个躬，是漫天飞雪中走出了大宅门，就真离家而走了。又了不得呀！哎呀，出去之后，嗯，投名师访高友，干嘛？学京剧，真唱戏。哎呀，他这个唱戏跟别人还不一样。怎么？一般人唱戏学马派，
就学马派，哦，学鱼派，学棋派，对，哎，学这个学那个，宗哪派？但你那样的话，你唱到死，你也就是一个模仿秀。对，学嘛，你学人家得跟人一样嘛，是吧？嗯，他父亲没有，那个年头他爸爸就跳出这个东西来。那他是他父亲，你看啊，马连良、周信芳、余淑妍、阎居鹏、奚孝伯、唐运生这些个大家，嗯，他都不学。那他不唱了吧？那就啊，不是啊，啊，他只选取你的一点精华，取长处，揉了一块儿，嚯，放在自己身上。哎，就这种艺术理念就了不得，这叫博采众长。哎呦，后来机会来了，什么机会啊？津巴布韦的总统访华。您这知的有点远，因为没有比他穷的了。哎，这嗨，哦，津巴布韦跟这事儿还有关系？要看一看京剧，哦，要找真正有能耐的演员。你看，最后把你父亲请来了。哦，他有能耐，在这儿唱一段。哦，津巴布韦的总统，嗯，眼泪都下来了，感慨，怎么着？真好，哎，真好！我要是说谎，我是龟孙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河南人呢？这是这他，你想他现学的，他哪能说这么标准的普通话呀？上那儿竞选去啊？觉得。你父亲这个样子屈才了，哦，想让他去做官，嚯，还当官，掏出来委任状，刷刷点点，是让你父亲去做一个县长，嚯，直接他给提拔就县长了，当县长，嚯，上什么县当县长？前列县，这官当的堵得慌啊，这官，多喝水吧，哎嗨，别这前列县像话吗？事儿就成了。平地一声雷，陡然而富。那当官了吗？你父亲当县长了。嗯，但是说着容易啊。嗯，在旧社会的时候，想当官不容易。怎么？你要有班底。哦，当官也得有班底。一个人你就奔前列县了吗？对吧？也不行。那是。哦，首先说你要有一个压寨的夫人。哎，不是当官了吗？怎么改土匪了？不，压寨夫人啊！哎呀，要一个掌印，哎，对了，掌印的夫人当官嘛。那会儿你爸爸还是光棍儿，哦，还单身。啊，自己说一个人没有夫人呢，啊，出去找去吧，这也现找。哎，就到北京城逛老天桥，你看他也喜欢那地方，之前他喜欢唱戏，那地儿多呀。嗯，对，这有一个唱评剧的小园子。哦，评戏园子，你爸爸进去听戏去呗。嗯，坐在这儿。哦。您先等一会儿啊！您先等一会儿。那，我爸爸这身段打小学的吗？不老好看。就那个小戏园子不像咱们这种剧场，是就坐那儿前后都有观众。哎呦，就对，对，啊，听不见，没听说过。舞台上评剧的这个角儿，嗯，出来了。哦，有唱的了，唱了两句，好听啊。是怎么唱？书叫龙灯雪。水跳，嘿，这角儿还真有两下子。这两句，嗯，你爸爸高兴坏了，是吗？哦呦，哦呦，还你等会儿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爸爸一高兴要现行是怎么着？因为前面观众都站起来鼓掌啊，是吗？你爸爸，哎，我也喝，行了，嗯，太好了。哦，到后台找这个女演员。哦，要联系联系，能不能不唱戏？不唱戏，我来自前列县。哎，别跟人倒腕儿。我是县长。哦，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夫人？哦，有这个心思了。这其实就是你母亲。那可不是夫人吗？那会儿还没有你呢。哎，那还没结婚呢。愿意不愿意跟我当夫人呢？是是是。你妈想了想，想的什么？啊，腿好了。哎，嗯，我妈这味儿三河县的，腿好了啊，唱评戏有口音呢。哦，也是是是，那就行了呗。行，俩人手拉手走出了戏园子门口。哦，你母亲这个当角的很大气。怎么大气啊？就站在戏园子门口的高台阶上啊。是，刺啦，干嘛啊？这干嘛？
这干嘛呢？这是，擦，把衣服撕了。你看，什么话这叫？废话，您这动作是不是？戏园子门口贴着你母亲的海报呢。哦，我现在是知县的夫人。哦，我不唱戏了，我的豹子，我刺啦，把海报撕了。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也是把海报撕了呢。但是我觉得这海报贴胸口上了，就是比划嘛，就啊，就面对面嘛，这牌子在这儿立着，是刺啦。哎呦呵，哦，你是站在这边看的？我站哪边看也是这样啊。因为过去戏园子都有海报，是有海报啊。你母亲这张不就是吗？啊，著名评剧演员。啊，那会儿讲究写艺名，艺名叫啊，著名评剧演员是赛砒霜。喂，嚯，我母亲够毒的呀！啊，这啊，撕了撕了吧！啊，撕了，不唱。哎、是正式的，两人是两口子，要当县长夫人。哎，对，当官。但是你父亲一琢磨，还是不够啊，就俩人还不够。你看。这衙门里边得有一师爷哦，还缺个师爷，写东西的师爷。对，这必要。你母亲想起来了，怎么？那旁边那个戏院子，嗯，你瞧这味儿，唱河北梆子的。哎呦，唱河北梆子那个老绳，他唱的可中，唱的中，他有文化啊。那行，去吧。哦，俩人到内屋就挨着，请去吧。一进门，嗯，老生演员在台上正唱。哟，他怎么唱？他唱的好啊，唱的是。与臣做了对，猛虎燕岗斗蛟龙啊！哎哎哎哎哎！你瞧，有点意思。你爸爸说这可以啊，那都有能耐啊，气质方方面面都好哦，这就行。你叫他，叫他啊，来啊！你母亲喊他，行。老公，老公快来，老公别来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怎么了？哪儿？这刚当我爸爸夫人，这就要叫老公。这人姓龚，上面一个龙，底下一个共同的共啊，那可不，老公们他很正常。你这什么姓啊？这老公你快来吧。哎呀，嗨，快上这儿来呀，就不用这么暧昧了，行不行啊？这人姓龚啊，唱河北梆子，当年艺名叫龚达子。哎呦呵，有名。哎，过来了，一说这事儿、哦，能不能别唱戏？那跟县长走，做一个师爷，他愿意吗？他想了想，是，嗯啊，腿好着，哎，对，那是老乡得照顾照顾。你看师爷就有了啊，三河县。但是呢，还短一个喊堂的，哦，还得有喊堂，就是老爷一升堂，不得有一个人站在堂口那儿，老爷升堂了，哦，这还真必要。想来想去，你母亲说了，嗯，西院子里边有一个卖药汤的。哦，卖药堂的，卖药汤的，那小子可中。哦，他看上了，咱们听听吧。是，到戏园子一瞧，卖药堂的正吆喝呢。怎么吆喝呀？卖药堂嘞，谁还卖我这药堂哎？橘子还有香蕉，山药人丹，卖的卖，少的少，卖药堂的又来了。吃了马的味儿啊，有了马的味儿。橘子、薄荷冒凉气儿，吐蒜水啊，打了饱嗝儿。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，小子儿。卖药堂的这嗓筒可真喝了，你爸爸心说这嗓子喊堂准行，一点错没有。叫他，好，你母亲喊他来，丈夫，哎，这丈夫你快来，这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个啊，姓张啊，张王李赵的张，张夫是天字出头，大丈夫的夫叫张夫，哦、这叫张夫、啊。但是你母亲有口音呢 啊，张夫你快来，行了行了，我这一说这事儿，啊别卖药糖了，衙门口喊糖，干不干呢？愿意吗？啊，高兴啊！他说：“腿好了。”哎，对，我一猜都是老乡啊。这个行了，嗯，但是还没有带案的呢。哦，还缺人。打官司来了，得从班房把这犯人带过来啊。这也得专门，这叫带案的。可以。思来想去，你母亲想起来了。哦，天桥市场西北旮旯那有一个拉洋片的，拉洋片，拉洋片的那小子那嗓子可中。哦，那咱们去看看。呼噜呼噜都去了啊，离老远。
你瞧拉洋片子正唱着呢，他怎么唱？再往里边再看哦，有一有层、嗯、大清以上那是大明，大明传了十六帝，末帝崇祯那不得太平、嗯、三年旱来三年涝，米贵如珠家往上边升，有钱的人家卖骡马，没钱的人家卖儿童啊，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喽，苍苍刺不隆咚苍，哎，出了个英雄叫李自成，哎，好听啊，有点意思。这是拉洋片，拉洋片的叫过来了。哦，别拉洋片了，带俺去行不行啊？行吗？高兴，回号了。哎，我一猜就是这句。嗯嗯嗯，他也行，他也行。哎呀，再算了算，还差一个掌刑的。掌刑的打犯人，哎呦，这个打四十大板，那二十大板，噼里啪啦打，专动手的。哎呀，嗯，你爸爸问你母亲，嗯，你那个关系网还有什么人吗？哎，对了，我妈这人脉也够广的，说没啥人了，三河县都空了。嗯，是，整个县都没人了，没有人。哎，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想起谁？哎，还有一个跑旱船的。哦，那也是干这买卖的。哎，跑旱船的这位呢？跑旱船的过去有，现在很少见。叫吴桥烙子跑旱船，是是是，捯饬好了，穿着花花绿绿的啊。过去在天桥有唱这个的。哦，他们很脆上，怎么唱啊？唱起好听。是大年的初一头了一天，小儿妹妹跪在姐姐面前，大姐夜间的忙搀起呀，走上前的拉衣衫的，伸手掏出压岁钱的，恩爱还有一奶同袍拜的什么年呐？哎，囧囧起囧起囧囧，嘿，哎，这真俏皮。干这个的啊，有意思，这行不行呢？嗯，行，叫他过来吧，叫他过来听听。你母亲就喊他，啊，钱福，钱福了，哇，好家伙，这关系网都这么来的，合着他姓钱，赵钱孙李的钱，行，不用解释，不是福寿禄的福，哦，那个福，有口音，钱福，哎呦，好家伙，过来一说这事儿，让你上那儿去打人去，你愿意不愿意啊？他说呢，钱福高兴，太好了，我一猜就是嘛，行了，嗯，大队人马齐了，一块上任，嗯，但是你父亲突然想起来了，怎么？还差一个人，还差谁呀？没有回事的，这怎么又回事？衙门口里里外外跑进跑出，给老爷回个事儿哦，没人了。是是是，你爸爸说不行，我出去私访去吧。哦，找一找，出去。这一出去，怎么？对面来老头，这老头七八十岁，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。哎呀，拄着个棍儿，哟啊，要饭的。哦，哎呀，很可怜。是是，老爷啊，对，太太啊，都这么要，给点吃的不？嗯，老爷，嗯，你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啊。一对脸儿，是，父亲啊，你看你这个，你先等会儿啊，怎么了？就是访贤也没有这么自降身段的，你知道吗？叫父亲，一叫要饭的，因为他不是外人，他是谁呀？是你爷爷。啊，真是我爸爸的父亲呢！你看你亲爷爷，要不爷俩这样的话，哎呦，面对面，眼泪都下来了。哎呦，啊，他怎么到这儿了呢？你看，要不说着呢，你这才多长时间？是是，漫天大雪中，你父亲跟家族断绝关系，走出了大宅门。哎呀，今天看见老头跟人要饭了。你说那时候我们家多有钱？不，原来也是要饭的。原来要饭的怎么还大宅门？您说的，这住在庙里头。哎呀，嗨。怎么那么寸呢？这事儿，啊，还不如跟你爸唱戏去呢，啊，就说是呢嘛。啊，老头要饭，拄着棍哆嗦。嗯，你父亲眼泪下来了。啊，哎，老爹爹，他唱，你何必这手啊吃紧呐？啊啊全是这味儿的，有什么中长话喜事端详，我虽然千里县，提这个身为县长，怎比得老爹爹蓬头垢面，好不啊风光。
唱的不错，但是您这捧假了，知道吗？你爷爷挺感动，说老爷，哎，这还老爷呢。行了，别要饭了啊，跟我回衙门回事也好啊，这更得照顾了啊。把你爷爷请回去，嗯，全堂人马都齐了，那就好。老话说得好，怎么说？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，这话怎么讲？上任头一天来打官司的了，哟，有事儿干了。这个原告是一个唱小曲的，叫张云雷。啊，这我们倒熟。嗯，他这个媳妇儿叫杨九郎。啊，两口子打官司。你告诉我，这儿叫唤是一个张云雷、杨九郎两口子啊。哦，这个丈夫呢是唱小曲的，是这个媳妇儿杨九郎是唱铁片大鼓的。哦，都是干这。俩人感情还不错。嗯，有一天张云雷出去演出去了，是家里来一串门的。谁来了？唱快板的高峰。哦，调戏杨九郎，这高峰也够不开眼的。嗯，张云雷回来堵上了，哦，让人瞧见了，醋海生坡，闹出事儿来了，风流案件。嗯 嗯，所以上前列县打官司来了，到我这儿来了。啊，你爸爸坐在屋里边正看公文呢。哦，还有事儿干。又打外边，你爷爷进来了。哦，老爷，还是这味儿。外边来了打官司的，你来看看成文不？哦，看成文。你爸爸接过来，嗯，当时就急了。哦，呸！怎么样？不认识字？哎，废话，不认识字，您这这么急干嘛？哦，在这面呢，我还看反了。哦，一看这个事儿，这可了不得了。嗯，怎么？啊，有伤风化，这得管。打官司来了，是来准备升堂。哦，要正升堂。一说升堂，嗯，那个。专门负责喊堂的，嗯，他得头一个工作，他是他的事儿啊。对呀，嗯，站在堂口，他是一个卖药堂的呀。啊，对，原来干这个，他哪会喊呢？哦，不会，但是嗓子好，嗓子好，他怎么办呢？他用卖药堂的腔儿，嗯，把要说的话说出来了，也可以呀。哪位在板房内急了忙的带案，老爷升堂，买地买这个跑地跑这个烧地烧，打官司的又来了，抱着板子抱着棍儿，够这个小子来一对儿，伙计们别忙，老爷升堂。嘿嘿，好，还是卖药糖的味儿。你爸爸一听，我赶紧得出去。怎么呢？糖都熬得了。哎，对，一会儿化了。整官素带，嗯，往这一坐，是真有个当官的样儿。哦，嗯，前面还坐着观众呢，是怎么的？前面这案子是，你别提这个啊。来，带原告。哦，那是。又打底下，张云雷就上来了。哦，建国大老爷是。有什么冤枉从实讲来，听你的吧。张云雷啊，年轻啊，见官害怕呀。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嗯，一张嘴啊啊，他就唱上了。他唱的什么呀？打官司的词儿，用的小曲儿的调。哦，那您学一学。桃叶那上了房，哟，柳叶随风扬。嗯，尊了圣贤太爷。细听我说端详啊，那一天小人我出门去演唱，唱快板的高峰来家耍流氓。哦，这么个事儿。怎么回事？详细说说。说提起了杨九郎，嗯，这娘们不应当。哦，我来到前列县求大人做主张啊，您要是不把我的冤枉关呐，啊，拖上了石碑，我实在是累得慌啊啊啊。哎，对，唱的倒是实话啊。哦，把事儿一说，嗯，你爸爸点点头，来呀。哦，带杨九郎。哦，这是被告。一会儿杨九郎上来，穿一旗袍，烫一头。这好，就这样上来。你爸爸看看他。嗯，被告。嗯，你叫杨九郎哈？是。睁开眼睛看看老爷。嗯，你这不难为他吗？把眼睛睁开。嗯，老爷，我已经睁开了。哎，对对，早就睁着呢。啊，就这样啊。嗯，你说说吧。哦，这件事情怎么回事啊？是杨九郎一张嘴啊，他也唱上了。他怎么唱的？铁片大鼓的腔。嗯，唱的是这件事儿。哦。未曾说话呀，雨泪双抛，
尊了声县太爷，细听根妙。那一天我在家中无有事干呐，唱快板的高峰啊闹毛宝，进门来拉住手来又说又笑啊。再往下要如何我不敢那往下瞧。哦，嘿，好，不能往下说了啊，不好意思说了。对，哎呦，这句话说完了，嗯，你爸爸可是真急了啊，急了。哎呀，风化案件哦，来人呐，嗯，带高峰。哦，高峰得带高峰，一说带高峰，拉洋片子过来了，嗯，锁链子哗楞一套，是套到高峰脖子上了，嗯，哎。再往里边再看哦，又一又偏哎，叫声高峰，你听着我言，嗯，你们打架我知道，嗯，谁是谁非，我看了一个满天哎，嗯，叫声高峰，你跟着我走呗，苍苍刺不隆咚苍，我靠，谁是谁非哟，咱们见见青天哦，哎，哎，高峰说你慢点受，对，实在受不了啊。高峰往里边走，一抖着铁链子，他也唱上了。他怎么唱啊？哎，铁链响，那个响花楞，这个玲珑宝塔一三层啊，哎，一丈高桌，咋咋咋咋，这闭嘴啊！啊，对，谁让你上这唱？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哎，往这一跪，嗯，一看这模样，嗯，你爸爸就急了。怎么急了？哎呀，就恨这种人，是吗？当时你父亲脑门都绿了啊，对，绿了，从桌子底下掏出两个铜锤来，哎，呀呀呀，行了，嗯，王八精啊，是怎么？你看你这人说话很难，废话，脑门绿，掏出俩铜锤，可不是这玩意儿吗？很生气啊啊！哎，很生气，这不像话，我这很生气啊！哦哦哦！就这会儿就听见你母亲嗯在屏风后边喊你父亲，什么？干嘛要喂鱼了？是怎么着？挂着讲逗猫呢？这是什么动静？你父亲纳闷啊啊！行了，叫我哦，等我一会儿，赶紧回去，转身上屏风后啊，干嘛？我审案呢，就是。是啊，老爷我得嘱咐你啊，怎么着？我看你这样可能要犯吸引，要犯戏瘾啊！你不是当官的材料哦。这你一会儿你出去好，他们都唱你也唱，你这可是唱不像话了，这受不了啊，嗯！咱说好了，你踏踏实实的审案子，你可别犯吸瘾。是啊，待会儿咱俩定一个这个咱俩人知道的这个暗号啊。对，万一忍不住怎么办？你只要是一要唱戏，我就在屏风后边，嗯，我就哭嚓哭嚓，这干嘛呀？我敲屏风啊。我妈敲屏风，哭嚓哭嚓的呀，这什么动静？这屏风哭嚓，我哗啦啦哗啦啦啊！你不用那动静，你听好了吧？对，你快去吧！啊，好得命啊！哎，对，父亲回来坐在这儿，你是高峰吗？问问老爷，是我是，好，我挠哟。刚嘱咐完就说是呢，戏瘾就来了，这要叫板呢。一见高峰怒气深，不由得本县东无民，挑衅民女该活罪，咆哮公堂为活亲，见高峰冲打把他擒藏，四十关呐，嚯，好家伙，活活打死你这犯罪的人呐！啊，要打，要说打，旁边那跑旱船的乐了，哎呀，可到我了！哎，他来活，板子抄起来呀，嗯嗯，他就唱上了。他怎么唱？老爷吩咐将你打，叫声高峰听个根牙，挑衅民女干着喝醉，噼噼噼的啪啪啪，打了板子四十八的，嗯哎呦，打完了板子把苦力发难，哎，重重起，重重重重重重，哎，好家伙！怎么那么寸着的？太乱套，旁边师爷乐的都不行了，是吗？这哪是县衙门呢？这是到了德云社了，哎，这全是唱曲儿的。拿着毛笔正要写，张嘴他也唱上了。他怎么唱？外行竟要当县长，嗯，不会断案，他唱儿黄啊，哎哎哎哎。对呀，他唱完了，你母亲打屏风后边出来了。他。本来是应该哭嚓哭嚓砸屏风啊，对呀，等不了了，是啊，迈步就出来了，出来干嘛？出来就唱啊，怎么唱？一文此言，大吃一惊啊，宽通秦南连我出了屏风，哎呀，夫人出来了，是啊，你爸爸得问呢，啊，外面的活人喧哗，问一问，你也过来了，老爷，那是我家太太啊，还用上了这。